这个就是你的相关证据。打开这边，看到是一个舞台的帷幕，再往下看到油腻的部分。这是杜歌手的吗？重点是，旁边有 S 爱杜，好想跟你在一起。首先，我承认我是一直暗恋杜歌手的。天哪！员工禁止谈恋爱。天哪！我说过的纪律呢？哎，这有的时候的品味太怪了。有的时候你情不自禁，缘分是说不。可知道杜歌手现任的女友是谁？我知道啊。对，就是我。波儿。是这样的，同时看到一个瞎的长得漂亮的女孩容易，两个漂亮的女孩都瞎了。老板、啊、我不瞎，捧我吧。我想是这样，完全是剧情需要。啊，剧情需要。对，他是剧情需要，热死我了，刻骨铭心的。我明白，气死我了。我想问一下，明明一哥可以扮演这个当红的歌手，哎，为什么选择了海涛？恰巧这个时候流行这一款。所以他想把我的月湖之心偷走。来人啊！为什么？我根本不需要偷、啊、我要的只是这个男人。我要你的月湖之心干什么？明白了。好，那这样你把月湖之心还给我，男人送你。我没有。好。